好，我们现在取乙君子的蛋液，1毫升，然后要放到离心管里面。这次实验是在做磺胺药物的预前制备，然后本次样品是蛋。接下来取2毫升0.01 mL 的 HCl， 以 1cc 的排配使用2次。接下来开始震荡1分钟。好，我们等待震荡1分钟。